这个 RaTech 被 KWA 或者 KSC M4 用的 NPAS， 即是可以校力的飞机连埋个煲。咁啊，呢个架撑咧就系扭塞喺个 nozzle 前边，插咗落去咧，咁啊扭。咁啊，呢个 focus 唔到。咁啊，基本上扭就大力细力啦，正面反面睇到啦。咁啊，出力扭咁扭落去。咁啊，扭完要试下咩力啦。咁啊，可以嚟我哋 CRW 铺头睇下。